现在可以开始录了。Hello， 各位，今天我想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旅途中最常化的一个妆，然后眼影部分用的是这次年度爱用品里的 CT 的眼影盘 DV。有很多网友跟我说希望我出一下这个 DV 的眼影教程，所以我就来啦。DV 呢，我不太会用最上面这一个白色的，因为我有很大概率上早晨起来眼睛会肿，所以我要贴双眼皮贴，所以我就从来不用打底色，我会直接用这个红棕色。哎，虽然已经画过千百遍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格外的紧张呢。如果画不好，我知道你们也不会原谅我。刷头放到眼尾这个地方开始上，它最后画出来眼尾就是色彩最浓的部分，然后慢慢往眼头还有边缘地区晕染，这样浅浅的上了一层。我觉得这个程度就已经很日常了，就是你上学白天出门的话，这个程度真的已经够了。为了让大家看到 DV 一个比较真实的发色，我打算再在眼尾再多上一点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这是我能接受的浓度。下眼影眼尾这个地方也来一点，下眼影真的很重要，它会放大你的眼睛，虽然看上去有点像熊猫眼，但是就是很好看啊，有一种颓废的美感。好了，这就使用了上面那个红棕色的效果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步骤就是用这个金色的闪线，把它上在眼睛中间，能看到吗？哇，这个金闪真的是绝美啊，朋友们啊，太好看了。绝了，还以为我要去走红毯，快乐。然后下眼影，好了，画完之后呢，我会习惯把上眼影的这个眼头的位置稍微往出，这样往出晕一点，为了让它跟前面有一个更好的衔接，你可以拿出来你平时画鼻影的刷子，然后这样把它稍微上前面这么带一带，这样是不是就自然很多。然后接下来这步我平时不一定会画，就是蘸取最深的这个眼线色，画一下眼线。眼线刷也是悦诗风吟的，在我的年度爱用里面出现过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微博看一眼。我会比较喜欢用眼线刷这么蘸着眼影最深格的画眼线，这样画出来它的效果是朦朦胧胧的，不会像眼线液笔一样是很清晰的一道，就看起来能更有效的放大眼睛的同时特别自然。然后下眼线轻轻描一点就完了。我今天不太想画得很重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 DV 眼影我平时比较常用的画法。然后开始注入灵魂的步骤，就是夹睫毛。夹睫毛的话不要挨着那个根部直接夹哦，要稍微留出来一点余地，夹睫毛的中间部分，顺着眼睛的轮廓各个角度这么夹。好了，这就是夹完睫毛的效果，现在来上睫毛膏。眼头的，眼睛中部的，最后来刷一下眼尾。眼尾这个地方的睫毛一定要刷到，之前也说过，它相当于有一个眼线的作用，就好像你在这个地方画了很多道上挑的眼线一样。
真的不太会对着镜头刷下睫毛。太难了，我要拿个镜子去自己慢慢刷。没错，现在就把上下睫毛都刷完了，然后就这个效果。然后画完眼影来用腮红，这块是 MUA 的。最后是口红，这支口红的色号名字还蛮有意思的，是一个恐怖电影叫《发条城》，然后它的颜色是很好看的狮子红，它是偏丝绒的哑光质地。这次去美国玩了一个月，我一直擦的都是这一支。我习惯用眼前来晕染嘴唇边缘，或者用指腹也可以。这个地方我涂的比较湿，然后上唇我是晕染开的，因为我嘴有点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洛杉矶旁边的一个小镇圣地亚哥，这边有一个 SeaWorld， 这个是地图，过山车。这个东西我是一直都不敢坐，小的时候坐过一个微型的那种类似于矿山车吧，但是这种大的我从来没有坐过。北京有欢乐谷，我也没有去过，但是我很热衷于看别人做。哇，这个是不是稍微低一点？比起来这个来说。他游泳的样子有点蠢。我来看火烈鸟了，火烈鸟的后面就是过山车，也不知道他们每天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刺激。哇，我又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。我靠，我才注意到我前面写的这个牌子，我要死了。对，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，特别特别冷，我的腿上贴了四片暖宝宝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？非常冷清。
像喷泉，好鬼畜，哈哈哈哈哈。7点钟，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哦，大家圣诞快乐。我现在应该在整个拉斯维加斯的 CBD， 这里是百乐宫，一会儿它会有一个喷泉。